早晨，欢迎大家翻返嚟 Learn with Tom Lee 嘅教室。今堂亦都会继续 A level 嘅 Math、A level 数学第七课嘅 Trigonometry Modeling， 继续 7.2 节 Angle Addition Formula。上一次我系讲咗 Addition Formula， 今次咧我系直接用个角度去讲个 Addition Formula。我哋睇睇第一条嘅 example。Using the formulas for sine A minus B, that's sine 15 degree. That's sine 15 degree 是等于 square root 6减 square root 2除比4。sine 15度其实是等于 sine 45度减30度。那我们知道了 sine A 减 B 呢就是等于 sine A cosine B 减 cosine A sine B。现在个 A 是45度而 B 就是30度。所以 sin 45度 cosine 30度减比 cosine 45度 sin 30度 sin 45度 square root 2除2 cosine 30度 square root 3除2减比 cosine 45度 square root 2除2 sin 30度二分一，二分一乘二分一就会变成四分一，大家都有四分一抽了出来，就是四分一乘比 square root 3乘 square root 2减 square root 2，亦即是四分一乘比 square root 6减 square root 2，所以我哋就得出咗呢个答案。我哋证实咗 sin 十五度等于开方根六减开方根二除比四。跟住落嚟就系大家攞笔纸同埋计数机，我哋一齐去做 exercise。今堂我为大家准备咗几个 exercise， 包括第二条、第三条、第四、第五条、第六条。第六条亦多一条考试题，准备好嘅话，我哋就一齐努力。Let's go. 第二条 ,given that psi A 等于负3除比 5,and A 就是由180度去到270度 ,and that cosine B 是等于负12除 13,and B is obtuse,obtuse 即是一个钝角 ,find the value of cosine A - B,psi A 等于负3除比 5, 所以个负3除比由180度去到270度，所以 A 个 angle 呢画返个 graph 出嚟，你会应该见到呢个是 A 个 angle， 是由180度去到270度之间，而 B 个 angle 呢是 cosine 是负数嘅，而且是钝角，咁 cosine 呢两边是正数，呢边是负数，所以 cosine 嗰个角度 B 呢就应该是等于由90度至到180度之间，是一个钝角的角度，由一条红色线去代表。那我们要计的就是 cosine A - B， 那我们知道 cosine A - B 是 cosine A cosine B 减比 sin A sin B， 我们知道了 sin A 是负3除比 5， cosine B 是负12除比 13， 但我们未知 cosine A 和 sin B， 我们现在要计 cosine ACosine A 其實是等於 square root 1減 sin square A， 亦即是等於 square root 1減比 sin A 就是負3除比 5， 所以個 square 的話呢就會是9除比 25， 我們就會得到25減9除比25的開方根，亦即是開方根16除比25。开方根16除比25，我们就会有正负4除比5。那究竟是正又或负呢？ A 这个角度是这个位置的，所以 cosine 来讲在这个位置都是一个负数，所以这个就会是等于负4除比5，就是 cosine A。 sin B， sin B 将会等于 square root 1减 cosine square B，亦即是等于 square root 1减 cosine B 是负12除比13 ,144 除比169，因为它的 square， 我们就会得到 square root 25除比169，亦即是等于5除比13。但问题是正又或负呢？ B 的角度呢就是由这个位置，即是第二个象限，而 sin 在第二个象限应该是正数，所以 sin B 呢就是等于5除比13，是正那个。Therefore, cosine A 减 B
是等于 cos A， cos A 就是这个，即是负四除比五。cos B， cos B 就是负十二除比十三，再减比 sin A， sin A 就是负三除比五， sin B 就是五乘比除比十三。我哋就会得出个数咧，就会系四十八减十五，下低就系六十五，亦即系等于三十三除比六十五。呢个就系 cos A 减 B，B 个 part 就系 tangent A 减 B，tangent A 减 B 咧就会系等于 sin A 减 B 除比 cos A 减 B。cos A 减 B 头先我哋已经做好啦，咁所以咧就会系等于 sin A 减 B 乘比一 over cos A 减 B， 亦即系六十五除比三十三。sin A 减 B 就系等于 sin A cos B 减比 cos A sin B 乘比六十五除三十三。sin A 就是负三除比五， cos B 就是负十二除十三， cos A 就是负四除比五， sin B 就是五除比十三，全部乘比六十五除三十三。我哋乘入去，我哋就会得到三十六除比六十五，加比二十除比六十五，乘比六十五除比三十三。咁当然呢个可以约咗佢啦，就三十六加二十就系五十六，所以就系等于五十六除比三十三。tangent A 减 B 就会等于五十六除比三十三。第二条嘅 C，cosecant A 减 B，cosecant A 减 B。是等于一 over sin A 减 B。 上一条我们计到 sin A 减 B 就是五十六除比六十五，一 over sin A 减 B 就是六十五除比五十六。第三条 without using calculator find the value of cos 十五度， cos 十五度是等于 cos 四十五度减三十度，亦即系等于 cos 四十五度 cos 三十度加比 sin 四十五度 sin 三十度。 cos 四十五度 square root 二除比二， cos 三十度就系 square root 三除比二，加比 sin 四十五度系 square root 二除比二。sin 三十度二分一，乘入去就会有个四分一出嚟，系咪？就系 square root 六除比四，加比 square root 二除比四，亦即系等于 square root 六加比 square root 二除比四。sin 七十五度系等于 sin 四十五度加比三十度 ，sin A 加 B， 所以系 sin 四十五度。cos 三十度加比 cos 四十五度 sin 三十度 sin 四十五度 square root 二除比二 cos 三十度 square root 三除比二 cos 四十五度 square root 二除比二 sin 三十度二分一，乘埋就会系 square root 六除比四加比 square root 二除比四，亦即系等于开方根六加比开方根二除比四。呢个就系 sin 七十五度 ，sin 一百二十度加四十五度系等于 sin 一百二十度 cos 四十五度加比 cos 一百二十度 sin 四十五度。sin 一百二十度，你会睇翻角度，应该喺呢个位置。
亦即係 sin 六十度一樣嘅兩個，因為兩個位置反射翻過嚟，呢度都係正數。cos 四十五度寫翻 cos 四十五度，加俾 cos 一百二十度 ，cos 一百二十度係呢個位置，亦即係負 cos 六十度，所以呢個係負 cos 六十度 ，sin 四十五度 ，sin 六十度就係 square root 三除俾二 ，cos 四十五度 square root 二除俾二。減比 cos 六十度係二分一 ，sin 四十五度 square root 二除比二，即係 square root 六除比四減比 square root 二除比四，等於 square root 六減 square root 二除比四，呢個就係 sin 一百二十度加四十五度。最後就係 tangent 一百六十五度 ，tangent 一百六十五度就係等於 tangent。一百二十度加俾四十五度，亦即係等於 tangent 一百二十度加俾 tangent 四十五度，除俾一減 tangent 一百二十度 ，tangent 四十五度等於 tangent 一百二十度就係負 tangent 六十度加俾 tangent 四十五度。一減比負 tangent 六十度 ，tangent 四十五度 ，tangent 六十度係 square root 三，所以負 square root 三 ，tangent 四十五度就係一，就係加比一，除比一減比 tangent 六十度，啊，因為負負都係得正，應該係加比 tangent 六十度，亦即係 square root 三。乘比 tangent 四十五度系一，所以一加俾 square root 三。分子同分母，我哋都乘比一减 square root 三，所以上边咧，我哋就会有一减 square root 三嘅 square， 下边咧就会系一减三。上边呢个 square 乘入去，我哋就会有一减两个 square root 三加俾三，下低就系负二，所以我哋会有四。減俾兩個 square root 三除俾負二，四除俾負二，即係負二，負二除俾負二，即係一 square root 三，所以就係會等於 square root 三減二，呢個就係 tangent 一百六十五度。第四條 expect tangent 四十五度加三十度 ，in terms of tangent 四十五度同埋 tangent 三十度。呢條就係將 tangent 四十五度加三十度，係變成 tangent 四十五度加 tangent 三十度除俾一減 tangent 四十五度 tangent 三十度。等跟住 show that tangent 七十五度係等於二加俾 square 三，所以 tangent七十五度其實係等於 tangent 四十五度加三十度，亦即係等於 tangent 四十五度加俾 tangent 三十度，除俾一減 tangent 四十五度 ，tangent 三十度。tangent 四十五度係一 ，tangent 三十度就係 square 三除俾三。呢度亦都係一減 square root 三除俾三，上下我哋都乘俾三，就會得出三加 square root 三乘俾三減 square root 三。上下我哋都乘俾三加 square root 三，就會等於三加 square root 三嘅 square 除俾九減三。我哋就會得出上高乘出嚟就會係九加六個 square root 三加三除俾六，因為九減三係六，就會等於九加三就係十二加六個 square root 三除俾六。大家除俾六嘅話，呢度係二，呢個除俾六係一，
就二加俾 square root 三，我哋就證明咗呢個答案出嚟。跟住第五條 ，given that cotangent A 等於四分一 ，cotangent A 加 B 等於二 ，find the values of cotangent B。cotangent A 等於一除俾 tangent A 等於四分一，所以 tangent A 係等於四。而 cotangent A 加 B 是等于一除比 tangent A 加 B， 亦即等于一减 tangent A tangent B 除比 tangent A 加 tangent B 是等于二，因为呢度话 cotangent A 加 B 等于二，我哋将呢个二乘入呢度。交叉相乘，我哋就會有兩個 tangent A 加兩個 tangent B 等於一減 tangent A tangent B。將 tangent A 抌曬過去左手邊，然之後抽個 tangent B 出嚟，就會係二加俾 tangent A 乘 tangent B 係等於一減兩個 tangent A。tangent B 就是一減俾兩個 tangent A 除俾二加俾 tangent A， 就會係等於一減俾八，因為兩個 tangent A tangent A 係四，所以一減八下低就係二加俾 tangent A， 即係二加俾四就會係六，所以上高咧就係負七，下邊咧就會係六，就揾到個 tangent B 出嚟。但係 cotangent B 咧，就會是等於一除比 tangent B， 所以 cotangent B 咧就會係等於負六除比七。第六條 ，using cosine theta 加 alpha 等於 cosine theta cosine alpha 減俾 sin theta sin alpha， or otherwise show that cosine 一百零五度係等於 square root 二減 square root 六除比四。我哋會計到 cosine 一百零五度係等於 cosine 六十度加四十五度，係會等於 cosine 六十度 cosine 四十五度減俾 sin 六十度 sin 四十五度 cosine 六十度。就是二分一 cosine 四十五度 square root 二除二 sin 六十度就是 square root 三除二 sin 四十五度就是 square root 二除二，就会是 square root 二除四减比 square root 六除四，即是等于 square root 二减 square root 六除比四 ，proved。跟住 B， hence or otherwise show that secant 一百零五度係等於負 square root a 乘比一減 square root b，where a and b are constant to be found。我哋要揾翻 a 同埋 b。secant 一百零五度係等於一。除比 cosine 105度 sin cosine 105度是等于 square root 2 减 square root 6除4，所以 secant 105度是等于4除比 square root 2 减 square root 6。那我们上下都乘比square root 二加 square root 六，所以上高乘比 square root 二加 square root 六，下低乘佢嘅话就会系二减比六，就会系负四。四乘入去就系四个 square root 二加比四个 square root 六除比负四，全部约晒。就會是等於負一乘比 square root 二加比
square root 六 ，square root 二抽出嚟，我哋就會係負 square root 二，依個就係一加俾 square root 三。如果呢一條式係等於呢條式嘅話，即係 a 就等於二 ，b 就係等於三。Therefore, if 負 square root a 乘俾一加俾 square root b 係等於負 square root 二乘俾一加俾 square root 三 ，then a 係等於二 ，and b 係等於三。Muchas gracias.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o my tutorial videos. And if you need a private tutor for you to get a better mark or better score in your DSE examination in Hong Kong.The SAT examination, or just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for you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y, please contact me at qingtong929@yahoo.com.hk. My telephone number is +1 852 659 2 8609. 好多谢大家收听我呢个 video. 如果你希望你个 mathematics 同埋你个英文系更加好嘅话咧，你想要一个 private tutor 啦。你可以隨時 contact 我嘅，令到你個 DSE exam 啦，或者你想考 SAT 啦，你亦都可以 contact 我，因為我都有一啲私人嘅補習喺呢一兩方面嘅。多謝大家 ，thank you， 拜拜 ，muchas gracias。